大家好，네많이모여주셔서감사합니다늘대만올때마다너무열정적이시고친절하시고너무감사합니다와이니만大家好，我是马东石，然后很高兴现场来了这么多的粉丝，真的是非常的热烈。那每次来到台湾呢，发现台湾的朋友们非常的热情，然后非常的亲切，真的是谢谢大家。然后就说我爱你们，用中文讲的。导演请。大家好，아긴정감독이원태라고합니다만나서반갑습니다이렇게많이오셔서환영해주셔서정말감사합니다谢谢。大家好，我是极恶对决的导演李元泰，很高兴现场有这么多的人来到这边，真的谢谢你们，谢谢。是，不知道两位还有那个飞车戏，是不是拍得很辛苦？有没有受伤？困不困难呢？来分享一下这一场戏的拍摄好吗？飞车的追逐哦。네아다치진않았고요다들좁은골목에서그촬영하느라고굉장히힘들었어요그게이게좁은골목에서되게굉장히빠르게달려야돼서이게갑자기혹시라도누가중간에튀어나오거나할까봐되게조심해가지고네그렇게찍었습니다是没还好没有受伤。那不过因为我们在拍的飞车追逐戏呢，都是在巷子里面，那巷子里面都比较狭窄。然后我们拍摄的时候，其实是蛮辛苦的，而且就恐怕虽然我们都有管制，可是就怕万一在某一个巷子的那个巷口，突然间会有人冲出来什么的，所以我们就是拍摄的途中呢，就担心这一点，那拍的也蛮辛苦的。这个每一个画面都是非常值得的，安全也很重要哦。毫无冷场，两个小时的一个电影，大家到戏院当中，明天6月20号的时候正式上映。今天是来到台湾的第二天，他们昨天开始3天2夜的台湾宣传行程。先来请问导演，台湾有没有哪些景点或是哪些东西想吃的呢？赶快来帮他完成，也许工作很紧凑，没有办法在昨天完成。대만음식은어제먹었는데너무맛있어서많이먹었고요내일시간이잠깐나서롱산스잠깐가보려고합니다那其实来到台湾之后呢，有享受到很多台湾的美食，都觉得非常的棒，非常的好吃。然后因为明天呢，他的行程有一点点的空档，所以导演打算要逛逛我们有名的龙山寺，这样。哦，明天大家可以知道去哪边，可以捕捉到导演了哈。是，那马东石先生呢，再次来到台湾，相隔8个月的时间，台湾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对他来讲。일단사람들이다너무친절하시고되게반갑게맞이해주셔서저는그게제일감동이었고늘영화때문에오지만굉장히자꾸영화할때마다오고싶은마음이들고있습니다对，那这次来呢，就是也是看到大家这么热情的跟亲切的欢迎我，然后对待我，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兴，也觉得很感动。那这次也是因为电影上映的关系，我来做宣传嘛，所以变成有点就是这种心愿，就是说以后我只要有电影上映，都想要到台湾来做宣传，好不好？OK， 确定哦，我们要打勾勾，确定哦。我会努力的。好，他会努力，所以我们要让票房的成绩有很亮眼的成绩。我相信马大哥就会常常的来到台湾，带来他全新的作品。刚才有说到了，整个戏毫无冷场。第一场马东石先生出场的那个戏呢，哇，就充满了一个震撼性。我们今天要在我们的舞台当中，让大家可以直接感受到重回到那一刻那么具有震撼的画面，而且同时也会有3位的男粉丝来对于他们的偶像来做致敬。好，请问我们现场所有的人等一下都会进去看电影吗？会去看的举手。好，所以第一个阶段是男粉丝的互动时间要来了。好，在前面，我们要往那边稍微靠一些。选手们也必须，你的肌肉，哇 ，muscle。来，我们看你们的中杆中间。먼저중간봐주세요중간。好，你们的
左手边，왼쪽으로만세요。好，你们的右手边，오른쪽봐주시고요。在网络当中拥有很高的人气，甚至韩国的传媒也认为这是一个美的像一幅画的很可爱的装扮啊。所以瑞雪，你要代表你自己，也要代表许多的女性粉丝来欢迎马东石大哥来到台湾，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韩东님，马东兄弟，안녕하세요。저는台湾배우 Snow Baby 입니다。네，대반에웃은것을진심으로환영합니다。Thank you。他是说我是什么？他说我是台湾的 Snow Baby， 然后呢，欢迎就是导演跟马东喜来到台湾。저는잘생기고혼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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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마동석씨팬이에요。Thank you。他说我是长得好看、长得帅气。他说我是长得帅气又是暖男的马东石的粉丝，然后马东石说长得帅这个不是。是吧？是吧？对不对？맞아요맞아요有有너무너무잘생기고非常非常好看。是，所以瑞雪已经抢先看了电影了。还没讲完。네아긴종너무너무너무재밌어너무너무재밌고좋아좋았습니다감사합니다只要对节呢，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看，然后非常喜欢，谢谢大家。这样是瑞雪已经反映出了已经有看过试片的，包括媒体或是艺人朋友们对这部戏的喜爱哦。那你既然是 big fan， 你说了哦，女生粉丝朋友们，你也是 big fan， 你今天来见偶像，你有带礼物来吧？你喜欢的偶像啊，你先说说他到底是哪边让你哇好吸引、好着迷？你喜欢你的马大叔哪边呢？我觉得他的外形非常的壮硕霸气，但是他的内心却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是适合每个人老公最佳的人选，而且他的演技非常的精湛，让我非常非常喜爱他演出的每个角色都很有魅力，是我在学习演戏上一个模仿的对象。是，所以好多的女性的粉丝其实也喜欢马东石大哥这样子很稳重、很有依靠的感觉，对吧？那请问从导演开始，对于这很可爱、很漂亮的韩服装扮 Snow Baby， 哎，觉得好看吗？真的是太漂亮了，无法直视他。无法直视。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네，영화잘봐주셔서너무오늘굉장히 beautiful 했습니다。那谢谢你刚刚说我们的电影很好看，然后你今天非常的美丽。哇，值得了哈 ，Snow Baby， 值得了哈，真的。